首先打开这个加水口盖，直接往里面加自来水或者纯净水，其他的水就不要加了，容易这太脏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水箱是比较大的，加一箱水加到这个 max 位的话，基本上烫个四五十件衣服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电源开关然后呢去调节您所需要的温度直接打开开关，它就等温度到了就可以出气了。那这个下面这个开关呢，它是一个短促开关，就你按住它就可以出气，放开就不会出气。那这个开关呢，就推上去以后呢，它会持续的出气。对应着它不同的这种窗帘布料的效果，而且还有很厉害的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